MV 动啦，听过粉丝墨哥的请举手，真的回忆满满啊。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奇葩，有一种感觉我想说你，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。不自觉跟唱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太太太期待再听到他唱歌了。8月12号晚上6:30来海边听我的演唱会吧。